芒果千层盒子。嗯，嗯，肉松小块。这是四寸的小蛋糕，你会以为多大呢？这惊讶到我。好料的。怎么又没了？红富荣。
它外面的肉呢，肉松还脆脆的。里面酱有点少吧。因为多一点酱就好了。吃吧哈。蛮瓷实的，鸡蛋，大饭就是鸡汤加鸡蛋，这是土豆丝儿饼，里面都是土豆丝儿，